还原呢？莫名其妙，打败龙安呢？但他们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们来玩一下绝对演绎。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选择了？不行，太快决定了。放心，选择我吧，我会好好守候你。哎，等一下，每个人都叫我选择，哎，有阴谋，我要再想想。晚点的餐厅我已经包下来了，餐厅我保证只有我们两个。这一次，我会让你不得不选择我。啊！绝对演绎里面的角色也太多太难选了吧？你们帮我选。绝对演绎，邀你一起跟我闯荡演艺圈。